好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上课了。然后我们的座位是不是按照分组坐呢？一样可以晒的，非常的晒的，很好。啊，一样啊、哦。我擦掉，第一组刚刚说谁？第一组是你是第一组，对，先看谁是第二组？然后这组是第三组，那谁是第三大？第三大是轩宇。第一是是是是是，好，这个是老的还是热狗？好了，所以不懂，我们开始讲那个电动车第一章序论了，序论集跟刚刚上礼拜有在讲生物学的第一章类似嘛，他是讲概论，就把整个物理学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再简单讲一遍。好，第一章，我按照上次的惯例，第一组都没有人啊。第一组的人呢？子龙，第一组的回去。哦，第二组跟第一组讨论的。第一组要跟第二组讨论的。来。我是谁的头发？这是。好。还干什么？不说吗？要这样子。分地方去啊。好。那个。来，第一组你先说干嘛？一至零节有什么重点没有？又是第一组先说，当然是第一组。不如我俩做第一组。帮你快了啊！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上一次你们说这组说。没有啦，那是生物的部分啦、啊。因为分组改变了，我并不知道这每次第一组啊。好对不对？我们都从第一组开始 ，OK 啦。好。好了。就是爸爸物理哦。等一下嘛，第一组先说。哎，我讲。OK， 先仔细听，好像第一组要说话了。来说，就是他把18、19世纪之前的物理学称为古典物理学，然后20世纪之后的比较称为近代物理。OK， 其他同学有没有补充的？我觉得讲粗一点点，就是他怎么把。把物理、把科学历史、历史做个做，他的小科学历史 ，OK， 就是又把相关指标做了，那个指标去做。好，那么别的有没有提过一个说法是说，他们在古典物理学里面相信所有的东西都在大爆炸的那一刻就。决定好，然后近代物理是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随机发生的。第一个我不清楚，但第二个是我讲大爆炸什么被提出来？近代应该是近代被提出来，不会在18、19被提出来啊，因为那是我们后面发现，因为望远镜后来发现红位移，才知道说整个都在膨胀，后面才提出大爆炸学说，所以不会那么早就提出大爆炸说。OK，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差异嘛。但是到底谁提出说是循序渐进生成或者随机生成，这我并不清楚啊。这我们今天就不说了。好，有没有普通的？我想讲。啊，你说。我想讲，我会讲。你想讲的。我想讲。OK， 这个停，下次呢，你想想这个动作就不用说了，你只要告诉我你有补充的就好了。哦。OK。你想想，不知道要等你多久啊？好好 ，OK。OK， 对。我只是不要让你这个听起来太紧张，所以会打架。是 ，OK。好。在交易，是。在战斗，两个物理学，每个他们都还是相信光速是各类物理学的发源。其实，在古典物理学或在18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对光速并没有什么太深的研究。啊，那我们认为光速是固定的，这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。那目前也没有被推翻。那我说光速是最快。对，目前光速是最快，而且是固定的，这是有爱因斯坦的。我上次拍的，就是量子学的书，然后他说，假设你把两道光线这样子交叉，是，然后你这样旋转的时候，就是你让两道光线旋转的时候，它们焦点，哎不是，是你让两道光线这样子。然后你看到中间那个光点，它会。
会跑得比波光速走得更快。OK， 这个说法没有听过，但是我很欢迎你把那个说法的细节分享给大家，或分享给我。好，我书在下面。对对对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，看他到底怎么说的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么多问题。他这张，他后面那张，他主要讲什么？自己是第四方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？那中国他没有什么科学的，他没有什么科学的发现吗？按照这边说法，就是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发现。在物理学上，在物理学上，中国的其实简单来讲，中国在科学史上并没有特别的，除了火药之外。哦，我要属于化学的范畴。那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发现。指南针也是，他讲地动说，我听到了。但是那个东西，有没有被还原回来啊？回不来。就是那个东西，后来我们找到了那个东西的遗迹，但它是坏掉的，但是没有人把它修好，说好，那以后地震这边地震，这个龙的球会吐出来，并没有这个事情啊，并没有被。还原成功啊！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早就可以预测地震了，不是吗？没有吧？我说可以。他没有预测啊。对啊，他没有预测，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地震，对对对。但是说不定他只是一种，就是说一种指示，一种指示说哪边地震啊，一种说法而已。那也有可能这么简单啊，所以他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发明，他是把那个地震的那个讯号给放大，那还好。那。那你说做出这样的统计，说中国古代工艺水准算是高的，啊，工艺水准。那简单来讲，这一段还有一个简单说法，就是说我们目前所学的物理学都是近代，主要是近代在200多年以内所发现的东西，啊，把它做一个整理，啊，好。第二组做一季节的重点说明。有两个比较专有名词，而且叫基本量、导数量，这两个量，也就是物理量的一种区分。那所谓的基本量呢，这两个是什么？对，好，然后物理量就是指在物理的现象中它会出现的，应该比较好，物理学上我们会使用的一些单位量词就叫物理量。然后它又分基本量和导数量，基本量是不需要测量，然后不需要有其他物理量来辅助就可得知的物理量叫做基本量。例如像是长度，我不用因为另外一个物理量来让我知道，哎，这个橡皮擦几公分。然后导数量就是需要另外一组甚至更多的物理量来。辅助，然后让你得出那一串物理量，那就叫做导数量。举个例，像课本里面提到，像密度、速度这些都是你速度需要另外一组的，密度也需要另外一组的那个物理量来得出。好，就这样的。我要做多少 ？OK。有没有普通的直通？好，请问什么普通的？我对音次的看的不是很懂。音次，好。音次就是一个新的名词嘛，哈。对。好，简单来讲，物理量懂吧？好。什么是物理量？对。我看过。啊，那就。但是我不记得。你说懂哎、欸？你刚刚说对了，懂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那个东西啊，我上过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就可以解释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就是可以解释，那才叫知道。你不会解释，那就是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要讲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解释。我不知道，来解释。对对对，来，那个志姐说明一下什么是物理量。OK， 可以被测量的东西，可以被测量的量，就是物理量，简单来讲就这样。那它需要什么东西？它不是物理量，来，同学。它需要什么？它物理量包含两个东西，两个部分，数字跟单位哈，非常重要，一个数字跟单位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清楚了吗？轩宇，清楚了吗？啊，比如说你刚刚讲长度可不可以？长度当然可以哈，长度什么？比如说你讲你的身高几公分？一
120公分啊，120公分，120公分，对，公分就是单位，就是这是一个物理量，让我们比啊，好，那这个所有的物理量都是一个基本的物理量，那有一种叫做导数量，导数量就是复合在一起，复合在一起，比如说简单来讲，轩宇100公尺跑10秒钟，那轩宇的速度多少？是不是100公尺除以10秒钟？所以等于十，每秒10公尺是它的速度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导数量，啊，这是个导数量，因为它需要公尺，这个好快，物理量很快啊，那跟秒时间这个单位，这两个单位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导数量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哈。那什么叫英尺呢？就像刚刚说的，英尺就是这就是英尺，就是你把单位的。写出来这样一个东西，这就是英尺。比如说，简单讲，假如讲密度啊，密度的英尺是什么？密度的英尺是什么？第一哦，说说看。质量。质量。OK， 好，那我这也不能这样写啊。如果你要讲英尺的话，时间是用 T 为单号，它的英尺应该是。L 除以 T， 这才是英尺啊，这是代号的概念啊。那密度的部分怎么写它的英尺？它是应该是质量对，质量的英尺是什么 ？m 对不对 ？m 除以什么 ？L L 对 L 对吗？3次方哈，就这样，就是英尺，它是用一些代号去做的。L 是长度吗 ？L 是长度啊。L 长度。那它不会是？负三不是我看懂 ，OK 好，非常好，啊，这个东西可以写成 m l 的负三，有问题？这个问题，这数学哈，几次方分之一，这可以写成负几哈，对不对？比如说1000分之一，可以写成10的负3次方，可不可以？耶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哈。哎，学姐，我问哪个数字是负三啊？他知道了，他刚才后面的部分有讲出来，我们有听见了。好，挂了掉下来。有密封吗？有啊。跑去哪了？外面。好，外面就不用理他了。啊？他是前一秒跑出去的。OK。那个喷雾罐在哪里？去拿一个喷雾罐。好，第三组第十二节。那个龙轩如果看不懂，你要记得你等一下也提问题嘛，看不懂就要提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重点。常数的单位 ，OK， 然后呢？然后还有一级分数，对吧？那如果有空干手，就教我们。啊，你说后面的测量常数的工具是吧？好，那表一至二看得懂吗？哪里？表一至二，第三页。在它的周围有点空间。OK。符号只能代表它的那个，分缩写。好，记不记得？来，有没有讲？轩宇讲了半天，我当时还没听到他讲什么话。有了。他有很急的想要开始解释。好啊。不要，快点。哦，对。不是有没有问题？解释一下，先问问题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好。那个，倍数我不太理解什么意思。什么叫倍数不太理解？啊，你。倍数不太理解。他说一至二的。哦，你不太记不得。对啊，问你一致啊，你说倍数不理解的、啊，欸、啊，你那组有没有解析啊？什么叫倍数啊？不是那个名词不理解，是他看不懂。OK 啊，所以我先问他们那一组有没有人可以对里面的数字做解释啊？有。对，这边没有写一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写倍数，他没有出现一，
一那个东西拿来做比较的，一公尺是拿来做比较的。嗯。所以应该十的负一表示一公尺的十的负一次方倍是多少倍？一公尺的十的负一次方倍是多少？一公尺的十的负一次方倍是什么意思？就十公分的意思，就是十分之一公分嘛。啊，所以就是十分之一公尺的。现在所有东西都是一公尺拿来比较，所以你看到十的负十八次方倍是跟谁比较？跟谁比较？跟一公尺比较哦。所以十的负十八次方倍也是跟一公尺来做比较。OK， 这样懂意思吗？倍数懂意思吗？好。啊？就这样子。所以。讲完了，好，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他们的？有，你说。我问，问对方先回答对不对？对啊，对方先回答。好啊。哇，那个怎么念？怎么念？还是怎么念？哪里？为什么？嗯。那个任铂一合金哦。铂一合金。铂一合金公尺元器，嗯，要在。零度的时候测那个长度，然后测为标准米，对不对？好，位置要在不，对，那看问第一组嘛，还有第三组嘛，问第三组。啊，你到底问谁？第三组啊。哦，为什么要在零度 C 的时候去定义这个标准？这个你要问什么？你在修饰，因为我刚刚讲很多啊。那你要再多问一次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这样子可以了。你有办法把它讲出来。可以接答，可以接答。我问你问谁？我问仙女。没有指定人了啦。我都被分成这样的组别，我生气。只有指定组别，没有指定人了啊！来，你说看。这段人说怎么样？因为那个就是那种说，他这人说就会被稍微的变比较大一点。或者是比较长，然后如果太冷的话，它就会晕起来。OK， 好。对哦，其实就是这样的，简单来讲这样，因为虽然说拿一个标准，所谓标准原尺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大家公认说这叫一公尺，已经决定一个长度了。可是这样同一个长度呢，在不同的温度之下，它有不同的表现，它可能是要长一点，它要短一点，所以必须定出一个标准。没错。大家在那个单位之下来做讨论，所以这都是标准。OK。啊，我好，没关系，好。简单来说哈，这张在说的事情哈，虽然说它这个一致的表很多种不同的东西，但是事实上我更比较要记得的，就是都三次方，啊，十的三次方，十的六次方，十的九次方，十的负三次方，十的负六次方，十的负九次方，十的三次方是什么？公里对。十的六次方呢有没有这东西？是谁的？不知道。那它是 mega 嘛？公对，叫做百万公尺，对不对？用不到。十的九次方是什么？叫做 giga， 对不对？用不到了。测量土地里面，地球上面也都还确实这用不到，因为我们大部分比较长的单位都用什么？用公里而已。没有，公里比公里还大，用什么？公。比公里还大的长度哎，长度长度有，对，还是面积，长度，有更大的吗？有，当然有更大的。来想想看，母吗？啊，公母是面积啊，是，公母跟公顷，公母是那个面积啊，对，公里还大，不常用的单位，常用的单位。十公里，不是十公里，十公里很少用，没有十公里，我这是。850十公里，没有人这样用的啊！来，千公里，也没有人这样用的。是什么？是最常用的。什么？刚出了。顷。不是顷啊。天文单位。公尺吗？天文单位什么？就是光年。光年。啊，比较常用的是光年。啊。是吧？你看，光年。对不对？我们说那个星球，我们现在发现了比我们最近可能有生命的星球，距离我们2.5光年。那也不是最常用的吧？常用啊，不是啊，比公里才大，常用然后最常用，啊，
是常用啊，没有错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天狼星距离有多远？大概几啊？不要八光年，对，十光年会这样讲。你会讲说，哎，它是几千、几万、几百、几兆，你不会这样讲，那很太复杂了哈、哦。直接讲几光年。因为我们讲八万年距离，就是说光跑八年。对。是讲八光年，光跑八年。对，但是光秒其实也很少讲。不好用啊，不好用。我们像那种光秒的部分，可能直接用公里来，用公尺、用公里来取代。啊。就是在地球上嘛，它那么长跟多高？对，那实际上它一个单位，实际上比光年少用一点，叫天文单位。一个天文单位是什么？地球到太阳的叫什么？距离？不是距离，是圆周吗？不是圆周啊。我说地球到太阳的距离，那是什么？跟地球到半径。对，平均旋转半径啊，平均半径啊。哇塞。OK， 那可是比一公尺小，我就常用了。十的负三是什么？十的负三是什么？十的负三是毫米。毫米对不对？是毫米吗？对呀、啊。是毫米啊，刚好是毫。毫公分。OK， 毫公分。毫，什么叫毫公分，同学？不是十分之一公分啊。十分之一公分是毫公分。对啊。但是我会用这样子来说吗？正常的尺上面的最小单位啊。正常的尺上面的是毫米的啊、哦，是毫米，对，它是毫米，对啊，对，啊、哦，那十的负六是微米，是微米，十的负九纳微米，啊、哦，它课本这边写叫做毫微米，去它的纳米，是毫微米，但是它是纳米，课本写什么？它写是它的内容，因为其实这东西叫纳米的，你可以把它注明叫纳米。但是其实以前的方式就是一直微，一个微就是十六次方，一个毫就十三次方，负三次方。这是什么？啊？毫微。毫微是哪？因为我的数学不好吗？十的负九啊，毫微米是纳米，对，毫微米是纳米啊。你可以用铅笔写上去没有关系。你可以用铅笔写上去没关系。啊，因为我怕你啊。你万一写错了，后面就没得改，好不好？你要铅笔，整块书黑一块，黑一块的多难看啊！白一块。你用铅笔写上去没有关系吗？要每个人用。对啊，你写上去，我已经让你写了，我明天全部用贴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用铅笔写没有关系。中文名字里面每个字都要这样，就是毫微米。对，反正你要记得哈、哦，一个毫就是十的负三，一个微就是十的负六。对，没有，你有时候必须讲出来。人家英文也是一样，为什么后面有英文？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个是 millimeter， 他会告诉你这是十的负三 meter， 没有人这样讲的、啊。你英文也是 ten millimeter， 你会讲 ten。With the power minus 3 meter， 对不对？这不是很麻烦吗？就像 millimeter， 对，不可能这样念的，你讲 millimeter 啊，所以必须知道 millimeter 就是多少，就是毫米的意思嘛。对的 ，mini 就是毫的意思啊。好啊，好。后面那个量测的工具哈、哦，这个没事，你都有吗？我都没有，我有卡尺啊。我家里面有那个螺旋测绘器啊，还有游标卡。游标卡就是啊？里面数位的。数位的没有。我们以前有卡尺校准。啊，简单来说哈、哦，卡尺呢，其实你们可以研究一下，那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哈、哦。它概念上是这样，就是上面是刻度是。啊，这是一公分啊，来讲的话，这边有十个刻画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两公分的话，那有十个刻画。好了，假设呢，我拿这九个刻画，我去重新画十刻画。那这一行要跟这个一对齐的时候会什么情况？啊？我听懂吗？会多，听懂。会多出那个九，零点一啊。对，零点一的位置，就是我当面对齐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用它原来的九颗画来分成十个颗画。好，
这时候我一开始是零对齐的，我要让这个一跟这个一对齐，是不是要有个一点点？对啊，要移多少？零点一，一线人机，移十人机没错，对，十人机。啊，我要让这条线跟这条线对齐，要移多少？十分之二，所以懂意思吗？所以有没有卡尺？光说做一个这个东西，就要让精度多一个小单位，往后推一个，懂意思吗？现在有没有卡尺功能？不太懂。我现在手上的有没有卡尺是十九，他把十九格分成二十格，这懂意思吗？还是没有懂？对啊，他就又多一个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功能。那、啊、你就可以测越精准了，测很精准啊！就把它弄得很小很小很小。你知道一支笔，你搞不好用尺怎么测都是，可能它的直径都是0.7公分。比如说，我觉得简单一点啊，你没有这个游标，你没有这个游标的时候呢，你没有这个游标的时候，我拿一个头发给你测啊，我的头发，这头发是这样子，这么细的头发，几公分？一公，0.1公分。没有0.1在这里啊，0.05公分，0.05，0.03，0.042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难讲？可是用高卡尺呢，我就可以去往这边推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去看，假设这个对齐了，那是几公分？一个是0.1嘛，0.01，0.02，0.03，0.04，0.05，就算是0.05公分。OK。完全不懂。好，就像我抽象，很抽象。我拿个工具一下哈。我觉得你刚开始讲的还比较好懂，你现在换到汽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你看到接着1、2、3、4、5吧？好。好，这样子，假设这是一个十个科目啊，我这样用零去对上它的时候，就是我的一开始的标准位置，对啊。可是我这个十的位置是实际上对上九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这个十的位置实际上对上九的位置，也就是说我把上面的真正的这个尺的九等份拿来切割成十等份了。嗯。啊，这是我量的东西，假设我量到这里。你要几公分？假设这个每个单位啊，这个每个单位每一格是0.1公分。哦。我现在零对到这里哦。嗯。我现在零对到这里。啊，这到底是几公分？0.09。0.01呀。为什么是0.01？我看起来比较像0.03或0.04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0.1公分嘛？这边是0.05。这比较像0.03或0.04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可是没办法，对对。可是我把这个零对到它，啊，这让你看一看，哪一个被对齐了？大概在4多一点点就对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说它深圳的尺就是0.04多一点点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就可以用这个游标卡尺来对，来量很精准的东西。它多一个单位。它多像小数点后面再推一位。OK。像我这个游标卡尺是把39格切割成40格，所以我每像我量到39，好难整数哦。对。啊，所以我现在一对齐了，我现在一对齐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翻一下看一下。我现在把一对齐那个一的位置，它是四十，它是40分之1公分，它是40分之1，零点零四十分之1公分，它是 millimeter， 是
是十一。四十分。十一还在十一。对。要求。这么少谁看到？你看我在，我现在一对齐，对齐一，没有错。大学。我们说的用错。大学。OK， 这边这样子。我现在对齐，我对齐一，第一个位置，好像对齐对齐一的位置，我应该成对齐，对齐，我现在成对齐一。OK， 这样子啊。我这一是对齐一四格，对不对？一是对齐一四格，所以这个尺寸是多少？四格嘛，四格就是四十分之四，也就是十分之一公分，哎，十分之一 millimeter。你现在看这个缝就是十分之一 millimeter， 啊，所以它可以测到。很精细的一个尺寸 ，OK， 这就游标卡尺哈。那螺旋测尾器什么意思？螺旋测尾器可以再更细哈，它那个旋转一圈，假设旋转一圈是一个 millimeter， 我旋转的这一圈，我是不是可以刻成很多刻画？假设刻成100个刻画，那起码旋转一个刻画就前进多少？100分之一，没有错，就是100分之一 millimeter， 懂意思吗？那有更厉害的哈、哦，刚才螺旋测回去的旁边再加上一个游标卡尺，那你的精度是可以再更高了。OK， 懂我意思吗？我旋转一圈，它是多0.01公分，旋转一圈是多一个 millimeter， 啊，就十分之一公分。可是我旋转一格呢，因为每这里面被我刻了100格，所以旋转一格是几 millimeter？ 0.001 millimeter。如果再加那个游标卡尺，这个游标卡尺再把九份分成十份，你看到这边对齐一份的话，是不是千分之一了？哦，就是变成万分之一公分，对吧 ？OK， 所以这是螺旋测尾器的，它是不同的。干嘛不用电子的？这样转好麻烦。电子也是要这样做。我说，这样子要看多少？电子呢？我看过最精度最高的电子的哈，它目前来讲可以测到。小数一下第三位，一支电池的大概要3000块，啊，那是光学尺。小数一下第三位。小数一下。哎，刚刚讲的已经到小数一下第四位。对，我讲的是机械做法，就是说小数一下第四位，而且这做法并不会太难，啊，都不会太难，所以你一定可以做成精细的。所以实际上我们用光学尺当是个简单的做法，啊，但是光学尺实际上价钱会比较高。没错。OK。好。OK， 第一至三，第一组。哎、嗯，等一下，还有东西呢？那个是你说三次元量床什么东西？三次元量床啊、哦？那也是叫这个什么东西？哪里啊？在第四页的倒数第三行，三次元量床。啊，不是，是。三次元量床就是说，譬如说我把这杯子放着，我想知道量测它，我怎么量测？量测什么？量测它的尺寸。尺寸，所有的尺寸，所有的外形，哦，怎么量？弧度啊。一般来讲啊、哦，就是我们会先用一个雷射扫描过去，啊、哦，这是现在做法。那古时候怎么做？古时候它是一个探针，然后你就是先把它放着，它就开始移，顶到它了，你就把它的位置记录下来，这个声音距多长，退回来，往前近一点点距离，就要近一公分。我进0.1公分，再往前几块，我碰到了，啊，再进不下来，再伸出来，再往前0.1公分，再伸进去，碰到了。可是你看到这样子移动，我能测什么？测多少？是不是有测这个线？测量线在里面。所以接下来我再往下移0.1公分，我这样慢慢在测，是不是可以测一个面的？而这样子你把它转过来这边，我就可以量这个方向，就三个量。其实这。跟三 D 电机没有关系，是三次元量床，三次元量床。但是这种量法哈，以前真的是用这样的手工的方式哦，这样推过去，推过去这样量，太累了，所以现在用雷射哈，雷射滋就扫过去，然后转过来再滋就扫过去就结束了哈。那现在还有更简单的做法，它是用两个雷射，它定位，它直接这样定位，它就这样子 XY 轴这样直接扫完，扫完之后它去计算，它就可以直接算出它的位置哈，在空间中的位置。这三次元量是吧 ？OK。好。那有清楚吗？有。所以说是什么仿造的什么多多工艺品，多多是这样。其实三次元量要过准也不容易啊，但也是很贵啊。那现在有个简单的，如果你上那个网络上看的，有个叫做 13D Catch，
第三，你可以举个，它很简单的，让手机，我在你的背景上你放一些参考物品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拍，就绕着这个背景上是拍一圈，啊，拍完之后再往上一点再拍一圈，你把这所有照片呢，大概至少拍36张照片，36张，有时候每一圈大概要十几张，这样拍两圈之后呢，你把这十几张，把这30张照片上传上去之后，它就帮你组成一个立体的，它就参考背景把那个立体图给做出来，所以现在光学就可以做到，也不见得要用3D了，但是只是做出来之后，它没有给你那些细节，那个尺寸的细节没有给你，现在给你了，给你公仔了。哦。对。好的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可以公仔。不算蠢啊，就是可以印啊。你要说什么？不算蠢。好，第一组，来一三点。如果大概介绍怎么样的三位 ？OK。有什么特点？好。之后还有测量。怎么测定？啊？他怎么测定？他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。嗯哼。标准先生就是一个跟大家讲标准公司的意思啊，他就把这个铂一合金啊，铂跟一合金它比较不容易氧化，比较稳定，对对，比较稳定，比较不容易氧化，比较不容易热胀冷缩，对，它这些特点，对，啊，所以铂一合金它做成一个标准千克，标准千克，它这个讲千克就跟我们公斤讲是一样意思，啊，像我们讲说一小卡。一卡是水上面分析所需要的热量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身体所需要的热量，我们讲一大卡，我讲1000卡，啊，1000卡就是一大卡的意思啊，那你就千卡。可是千卡目前没有个单位啊，不像说克跟1000克，千克有个单位就是公斤嘛。OK。它就叫千卡。对，它就叫千卡，因为我们没有另外给千卡另外一个单位，不是另外一个单位，所以它就叫千卡。好，所以你现在有标准千克了。所以你怎么测量一个东西的质量？用什么？体重机。体重机？当然不是用体重机啊。不是用磅秤。我现在一个用要学会干嘛？用天。我想用天平，只能用天平啊。我现在一个标准千克，我在地球上我只能用天平去测它，用比较的方式去测到。比如说标准千克，不会每个人家里都有标准千克，对不对？你要测东西很麻烦。所以你只能说，我去这中央标准局，或者这是国际的标准局，啊，国际标准局那边，每个国家都拿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标准千克，去那边跟他标准千克都比较，比到一样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中华民国的标准千克，拿回台湾，把它处理得很好，封起来，这就是我国家的标准千克。接下来呢，我是台湾大学的实验室，我需要做实验，我需要做质量的单位，我就必须我拿。我台湾大学的标准千克去跟国家标准千克都比较，按照那国家标准千克不会运回来过程有，所以这要保护得很好，要保护得很好，这个都有一定的规范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，你去跟世界标准去做比较出来，这叫一级的，一级标准。我去跟一级标准比较出来，我是二级标准。然后别的单位如果跟二级标准比较出来，叫三级标准。好，那你的磅秤呢？也是拿去跟人家比，比如我拿一个标准千克称上去，哦，我的磅秤显示1公斤，我的秤就被，这叫做校正过了，就被校正过了。校正过来还拿去称别的东西，啊，但不是只有称一个，要称好几个。一个确实是显示1公斤，称两个确实显示2公斤，称3个显示3公斤。这时候你的秤可能经过一个标准的检验方式之后，这个秤就要被校正过。啊，校正过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拿去做真正的买卖啊，使用他就可以用啊。所以看一个秤啊，它到底可不可以用？简单来讲，看它后面有没有写完成校验。啊，有完成校验的这东西就可以相信它。如果没有完成校验，当然校验贴纸啊，就我知道校验贴纸不是随便拿得到的，你必须去申请啊。对，好。所以
这是在地球上，我们可以用重力的关系，用比较的方式测到质量。那在无重力怎么办？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啊。牛顿运动定律来讲的话，它是 F 等于 ma， 看它受了多少的牛顿，多少力，然后去除以它的加速度。对，好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有问题不？没有问题。啊？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下课。睡觉。